我小时候，我常梦见圣诞夜有那么多礼物为我预备，但那时我却不知，有一影还为我降生，给我生命最大的礼物。 我们献出他一生，他为了我们甘心痛苦受死，为这失落世界，他给予他所有，并给我们生命意义。随着逝去的岁月。 千百，那真正的礼物是为爱牺牲。在那阴暗的一天，有一人悬挂十架上，是为了爱，是为了爱，他为了我们。 献出他一生，他为了我们甘心痛苦受死，为这失落世界，他给予他所有，并给我们生命意义。我终于找到生命的意义。 是将我整个心灵完全交给他，在每一天我所说，每一天我所做，所有一切全是为了他。他为了我们献出。 他一生，他为了我们甘心痛苦受死，为这失落世界，他给予他所有。